Hello,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遗落大陆。如果你想看角色职业介绍的观众，可以看右上角有连接。遗落大陆是由 Gumabubi 游戏平台旗下的西方魔幻 3D MMORPG 手机游戏，由杨丞琳将化身女神西利亚带领勇士们共同守护克兰多盟。游戏透过 Unity Technology 最新引擎研发，采用全域光照，打造逼真细致的魔幻场景。而目前开放五大职业角色供玩家选择，分别为可爱萝莉的火枪手、大范围输出的法师、高贵优雅的精灵牧师、骁勇善战的战士、难以捉摸的刺客。而游戏战斗方式是以动作类型方式，除了每个职业都有专属的技能与大招，后期也会有不同的转职方向供玩家选择。而角色在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也会开放 PVP 系统，如40人跨服阵营对战、3v3竞技场、无差别残杀、升级或是个人竞技场，更有多种坐骑可以选择。而目前游戏在9月19号，今天就会正式上市了，有兴趣的观众赶快去下载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飞空艇遭到袭击，我们应该是被吸入了空间门。糟了，快去找银翼公爵大人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叫做遗落大陆。那我个人认为它一开始不仅是说，因为它现在是测试版本啊，不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测试版本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广告了，然后广告里面的画面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就赶快来测试看看。那它是由完美世界所研发的手机游戏，目前看到的话其实画质是还可以，尚可。应该还可以再更细致一点齁，等一下去看看有没有那个画质的部分可以做调整。哇，他那个动作是蛮灵活吗？我们现在选的是法师，因为他其实蛮多职业的。救命啊！谁来处理这个怪物？救命啊！这是精灵一族吗？这是 BOSS， 等于说一开始简单的小 BOSS。哎呦，闪了！我闪避了吗？没有。轻轻松松啊！我们去看一下受伤的树林，就是精灵。这有一封信是什么？设施封闭。如果想让你的施救伤愈，就去村子里找到我们的猎手，他应该会很乐意找到我们的猎手。那目前的话，因为职业的部分呢、啊，我刚刚看没有看到有精灵哎。我希望点击挂机按钮，进入挂机状态。挂机状态是什么？哦，自动打怪、啊。欸、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、欸、我们先看技能好了，因为我必须哦，他竟然有那个欸，哎呀可恶，要不让我用，我可不可以自己，好，我们来自己看一下好了。他刚刚有一个技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他其实很厉害，你看他有很多的，这是火焰风暴，这个什么时空扭曲，互相相撞，沙尘暴啊！那、啊、还有一些什么？哦，变形术！哇，变形术好秋、哦！好，我看到了设置，因为我们才刚开始，我们设置一下
极致画面，我们把它设定到极致画面。OK， 其他的应该就没有关系了。好，这是极致画面吗？我听说神殿里正在举行一场诸神的契约仪式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已经有人。以手机来讲的话，这个这样的画面的话，至少大概80分了啦，不算超级精致，但是也是算还不错了。哦，这个画面很漂亮，有没有？转动视角，滑动屏幕，好了，我要这样子，哇！就为了让我看那个画面等超久的。我在这里守护我的西利亚很久。霍华德。去问问树林兰西亚，西利亚现在的情况如何？就这么近而已，不会自己问吗？真的是气死我了。这根树枝给你，它足以承载众神的祝福了。树给我树枝干嘛？闪耀，我等将以神力赐福于西利亚，回答之女。莉莉亚，天才魔法师。所以他是会教我们魔法的地方吗？等一下，我怎么感受到这边是什么？就是新手村吗？唤醒西利亚，像睡美人一样醒来吧！哇，穿的太少了。这里是，快扶住他！哎，为什么扶住他这件事情不是我在做的？狼人雅哥，这名字是不是有点盗版啊？西利亚，对，雅哥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乱讲的，真的叫羊狼人雅哥哦。然后还有吸血鬼，吸血鬼来了吗？嗯。亲爱的哥哥，自从你抛弃信仰，亲爱的表兄弟啊，表兄弟哥哥。西利亚，西利亚，他刚才这样唱。来，雅哥来啦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怎么那么强啊？火焰风暴啊！我怎么没有？哎，他可是不是没有翻滚那一个啊？是不是没有翻滚啊？哎呦，我自己也被打到！哦，影子哎，还召唤影子，躲回我的小风暴里面。拜拜。哎呦，我走去哪里啊？你现在就去找树林。哎，不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只是看一下他怎么走，走的位置怪怪的而已。你需要获得三棵世界树的认可，否则契约无法。装备。点击按钮。这里就比较简单了，我们就不要去。进行任务追踪。你好，
我个人觉得还是还可以，还可以玩的。画质的部分是还 OK。我的天，这人类可真不少。接下来我就要想办法打动这个虚拟家伙了。我想，你还是得从周围的树人身上下手。好吧，好像还好。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还 OK， 还蛮漂亮哈。但我法设计的不是这个颜色啊。矮人族的故事。啊，其实刚忘记说到啊，那其实它总共有五种职业。那火枪手就是枪手的部分，它就是矮人族，然后法师就是人类，跟战士就是人类，还有刺客跟牧师。那其他的就是比较没有分种族的部分。哇，独角兽哎！一开始就得到独角兽，太扯。十级开启。坐骑养成。这周围有诅咒的脸。刚刚我们撞到什么东东？一个矮人族哦。不是啊，看起来是正常人啊。可恶！我本来前行的好好的，就莫名其妙的中了诅咒。那些该死的食人魔。点击此处展开页面。我们得到坐骑了，就是这只独角兽。哦，后面变战马，可是我觉得战马比较强、啊。陆行鸟，哇，好多、哦！点击任务栏进行任务。好啦，我去帮你报仇啦，放一个我的那个火焰龙卷就够了。有没有放一个火焰龙卷就够了？直接秒杀八个人。这个东西也要我帮过你。巨人王在这里。那目前的话，我的手机稍微微微的热，微微的热而已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我看一下是多热。有，应该是不是说微微的热啦？是正常发烫状态。所以这手机还蛮吃效的，毕竟我把那个画质开到比较高一点。坐骑，我们是可以增加了吗？一键升级。带着这个去见枯藤，然后自求多福吧。为了欢迎你的到来。我有新的技能了。亲爱的外来者，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杀戮游戏了。接下来就看你能不能活下来。这是蛮好奇的，其他职业会不会是不一样的剧情？哎，一瞬间就杀光他们了。那么弱，刚刚我打两下就没了，又没了，也太强了吧我！该死的虫子，你干了些什么？哎，给我一点，给我一点那个。点击吃药按钮，恢复血量。太强了啦！轻轻松松就把他干掉。
取悦了你，我太强了，难度比较低耶。我的认可。我在这里等你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储点小钱坑。还好把安掉了，想叫我储点小钱。我觉得这闪电有点弱啊！看他用烈狱什么招式？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啦，如果更多未上市游戏或是更多新手机游戏资讯，都会再通知大家，也记得要订阅我，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